我是这个屯里土生土长的人啊，别看屯子不咋大呀，有山有水有树林，邻里乡亲挺和睦，老少爷们更合群儿。屯子里边发生过许多许多的事儿，回想起那是特别的哏儿，朋友们如果是有兴趣啊，我领你认识认识，哎，认识认识我们屯里的人儿啊。来吧，以茶代酒啊，祝贺咱们这个酵素堆肥计划呢圆满成功啊。谢谢叔叔。小胖叔叔。呀，喝茶的啊，都在啊。你俩干啥来了？已经定了，你家地不用，别跟捣乱了。哪能说是捣乱呢？我弄点。书记啊，那个我来呀是想为村里出一份力。我怎么没明白呢，嫂子，你这出的是什么力呀？你看，我说你别来，以前你都没答应，你现在来有啥用啊？书记是这么事儿，不是村里搞科研项目造福老百姓吗？我同意了啊，你用我家地吧。问题是，我们用地可不给钱呢。哪能是提钱呢？这选择我们家，那是我们家的荣幸。你可拉倒吧，好像我们欺负老实人似的。你可别因为这事整个家庭不和，像我似的再整分家了。你看那天我不是跟你开玩笑吗？你咋往心里去呢？你可不能跟我一样的啊。书记啊，是这样，这个我们要全力以赴支持，是吧？那个积极配合。嫂子，是这样，我们已经定好了要用老五他家的地，这下次有需要的话再向你们求助吧。你别下次，你就这次得了呗，是吧？你不能打消我的积极性啊。我们够积极的了，主动登门拜访让你给撅回来了。哎呀，这个尴尬，你看老五配合多好。配合好地不行啊，那蒿子长得比苗都高，我们家那地那是人教授亲自选的。书记，你不相信我也得相信教授啊。这个地的好和坏呢，不影响我们的实验结果，我们就是要看看土地是怎么变肥沃的。啊，地越不好呢，对比越明显。那咱就不能再商量商量了？那商量啥了？你俩也都回去吧。啊，散会。走吧。走什么走？哎呀，这日子算没法过了。就怨你。那怎么能怨了我呢？一个大老爷们，你说啥你都做不了主。你让我做过主吗？还说，你还说。我说是不是啊？嫂子，嫂子，这要用你家的地也不是不行。啊，你答应了？但咱们可说好了，嫂子，这次不能再反悔了。我是那人吗？前一段时间我们厂子订单特别多，原材料也不够了，这王兵把他厂子的原材料给我们送过来了，也解决我们燃眉之急了，谢谢你啊。谢啥呀，小萌，你这话就说远了，那我跟永强啥关系啊？对不对？那不就得互帮互助，有来有往吗？是不是？你这也不对啊，小萌。那我就以茶代酒敬你呗。好，来来。那我也尝尝。对呀，得吃蔬菜，还得吃肉。哎，你们小点声，食不能轻过语啊。你干啥呀？你不吃饭呢？我要听不太清楚。哎，哎，听啥呢？吃饭。别动了。大孙子，你们几个吧，赶明儿放学之后，你就跟你妈说想吃奶奶做的饭了，完了你就跑过来，奶奶就给你们做。嗯，好。愿意吃啥奶就给你做啥，啊，嗯，腾飞听着没？
上学的时候就喝不过我，现在是不是还高点？我这两年的酒量还涨点。是啊。哎呀，今天呢太开心了，真的。好几年没这么开心了。永强，嗯，今天开心啊！我决定做出一个开心的决定。我诚挚的邀请王小蒙同志入股我的公司，你支不支持？那咋入股？不行，不合适。嗯，那有啥不合适的？我跟你说哈，小蒙，你进我公司，你什么顾虑都没有啊！我的人脉、我的资源、我的货源，全都为你所用。那我公司怎么办呢？你这公司就交给那个白敬明就完事儿了呗，他雇佣。我把公司交给别人，然后去给你打工。不是打工，是合作入股。你这样，那个永强，过一阵儿哈，我把这个具体的合作的细节我给找出来，行不行？再有哈。永强，我觉得吧，你媳妇儿这几年挺委屈。咋委屈？没事，你这。我跟你说啊，喝多了说话不带急眼的啊，不能别心说。是啊，首先，王小蒙是什么人？嗯，那是象牙山村远近闻名的女强人，嗯、对不对？嗯、啊啊，那在这都窝着了，那你这挨多少欺负？咱说，再一个永强啊，这点我得批评你，你作为老爷们儿，有的时候你。为做的不到位，你就说这枪，那我一进来我这一看我还不明白呢，啊，当然了啊，这责任肯定不在你们，啊，谁家家还不有点难念的经啊，是不是？但是我要说什么呢，老哥，你这回呢，你就借着这个劲儿，咱就搬到城里去，行不行？不行。哎，你是干啥的？哎，借什么伤？不是啊，我就说，你说什么说？我说你进来，我跟你说。你说你恨人多还恨狗多？不是，我说你进来。我们家是用你差异吗你？你说什么东西？你赶紧给我滚！什么玩意儿？你是，臭不要脸！你知道吗？说，听我。不是，说干啥？不是，说什么玩意儿？你是，说。姑娘，你浪开什么玩意儿？哎呀，都起来！干嘛呀？什么玩意儿？什么疼啊？这臭不要脸！疼里边。穿什么玩意儿？你穿。哎。抓住。这都不理解。今天我为什么好叫你？能不能给我点面子？为什么？这什么玩意儿？这是。哎呀，你拽我干啥？爹，你能不能给我点面子？给什么面子？我给你什么面子？我大学同学都十多年了，干啥呀你？那是什么东西啊？你大学同学，他就不是个东西。爹，你别瞎说，你小点声。还小点声？他这次来就没安好心，干嘛呀？还让你进城，还给还要小萌去管他厂子，他安的什么心？哎呀，爹，那他喝点酒的话，你不能信。你说你爹这么大岁数，我图什么玩意儿啊？我又怕枪根，我又听声，我不都是为了你吗？我说白了，我就怕将来你的家里散。哎呀，行了，你小点声，别让人听着。你记住了啊，他要不走，我一会儿还过来，听着没有？行，我知道，你先回去啊。我跟你说，清明啊，就是下五子棋这一块，在咱们厂子有一个算一个，没有能好使的，真的。司机老刘见着我都迷糊。走啊，你倒啊，还合计啥呢？哎，你确定下这儿？你考虑考虑啊。我下这儿没错呀。给你一次机会，好好看一看。这棋呀，下这儿。下这儿了。下这儿了。确定？确定啊。你要确定下那儿了，我认输了。哎呀，这棋没留住。兄弟，喂，清明，你来趟家里吧，把王明接宿舍去，他喝多了。抓紧啊！啊，好的好的。哎，爸，你在这干啥呢？嗯，没事，等你呢。你咋还不睡觉呢？我怎么进院了？
慢点，别歇。坐着，咱俩聊聊。这干啥呀？整这神秘兮兮的。你最近挺忙哈、啊？挺忙了，是在山庄直播呢吗？那玩意儿能行吗？那玩意儿是太行了。爸，我跟你说啊，就通过我的直播，山庄现在人气嗷嗷的，而且通过直播，我发现了这里边很大的商机，不光能招揽游客，而且这里边还能卖货，什么那个冰箱、彩电啦，家电能卖，小商品，就包括咱们象牙山的农产品，老百姓足不出户，通过直播间就能买到，而且没有中间商赚差价。还能认识女主播是吧？能啊，那你不能自己玩啊，你得大伙一起玩啊。大伙通过一连麦，人感觉哎，这俩人挺有意思，给你点关注了，下次你再开播，人就来你直播间了。所以说人气越来越高，人越来越多。我唠这玩意儿你也听不懂，你说那玩意儿我也没听明白。风啊，我这么跟你说吧啊，这个俩人直播呢。就是你逗我两句，我逗你两句，那是逗大家开心。这个也得，就是也得把握这种分寸。是，你说俩人搁一起吧，要练练时间长了吧，也不太好。你别说人呢，小猫小狗在一起待时间长了，它也会有感情。你呢，毕竟是有家的人了，你别让青莲操心了，行不行？你把这心呐，给往回收一收。哎，慢点！哎呀，这喝多少酒啊？这个，哎，哇，这挺沉的。跟你说啊，慢点哦。光棍呢，你做人你不能这样式的，你知道吗？哎，你喝多了。我清明，再说你看看这有头发。哎呀，小王啊，你就听我的。我王总高飞。高飞啊，高飞，你问问广坤他有多少钱。你老是吵着说这首付他有多少钱呢？明天再问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这事儿我都能摆平，知道不？我要看广坤给我好好发火，没有用啊。人呐，不能忘本。你说当初你来这个村的时候，房屋一间，地屋一垄啊，要啥没啥，要钱没钱，长得还磕碜，那也就我们家青莲相中你了。青莲又没相中你，就你这样，你娶个媳妇你都费劲呢，知道不？你今天跟我俩谈话，就说的就为这个呀？你的意思就是说我离开你家娶青莲，我收上媳妇呗？不是我这不劝你呢吗？你这明明是侮辱我呀！你这嗑唠，我要侮辱你，我就不这么说了。你咋说呀？那你和那个二丫俩勾搭连环，你说我怎么说？谁和二丫勾搭连环了？你呀、啊，我就不好意思说就完了，你还吵啥呢？你看着了，看着了，怎么？你咋看着了？怎么的？行了，这大半夜的在外边吵吵啥呀？这不怕左右邻居笑话呀？爸，还有你不是要跟小峰好好谈吗？怎么又吵吵起来了呢？啊，青莲，那你误会了，是咋回事呢？你爸刚才说脖子疼，让我给按按。完，我一使劲，劲使大了，完他叫一嗓子，这就行不行？行不行？这个就行吧。嗯，这是锤敲背吗？这不敲背，用不用给你拎拎皮呀、啊？哎呀，行了，赶紧进屋吧。那不按了，行吧。其实王兵说的挺有道理，你说咱俩要是上城里的话，生活啥的。能提高一些，还有孩子教育方面，我感觉能更好。那倒是，不过你的果园不在象牙山吗？嗯。要不然你就得两边跑，要不然咱俩就得分居。两边跑倒行，分居不行啊。那
了，你还问我？我这不试探试探你。我发现你啊，现在真是……哎呀，不过吧，你看我这豆制品厂打的也是农村绿色招牌，再有，我们也肩负着带动农村致富的责任呢。那倒是。行，那咱还是老老实实做农民吧。说你不闹事儿吗？你这家呜嗷喊叫的，你想把事做多大呀？你要干啥呀？今天他们在那边喝酒，如果我去的不及时，那整不好再多喝点儿，迷得糊的那喝的都有一千上，那可是白纸黑字签上，说啥都晚了。签啥合同啊？那王兵先要小萌管理他的厂子都交给他了，又入股又干嘛的，完事还让他俩进城里去住去，你说这小多损啊。那咋的，孩子们都搁这扔着呢，妈给着呢，不要了。人家带孩子进城里，说城里教育好。那妈不要了呗。你呀，别把自己看得太高，你也就是能看看孩子，洗个衣服做个饭啥的，你还能干啥？你毕竟你地位在人心目当中有啊，就醒醒吧你。以后啊，你们都长点心。睡觉吧，行，你能耐，你能耐，我服你。睡觉，都睡，别打。你也睡吧。这个孩子，我舍不得睡，都这么些。上班啊？啊，那行吧，你捎我一轱辘呗。你去哪儿啊？你把我扔到车站就行了，我去趟城里。啊，行，那走呗。那你拖我能不能行啊？好像要够呛。这孩子，来，我拖你。走。爸，啊，你去城里是去看我礼仪去吧？啊，什么？前一段我跟你礼仪呀，这不闹个误会吗？你礼仪呀，一门给我打电话赔礼道歉，我也没搭过他。这昨天不又来电话了吗？说让我去，要当面给我道歉。姑娘，你说我去不去？那得去呀、啊，爸。要我说，你俩不如就搬一起过得了。你说这一个城里一个城。行了，别说我俩了，还是说说你和小峰吧。哎呀，我行了，我知道了，你赶紧去给我李姨道歉去吧。什么？他给我道歉？啊，知道了，赶紧走吧。走。站住！在这儿干啥呢，爹？过来，过来，过这儿来。这不边境吗？我能随便过吗？你别给我整没用的，赶紧过来。啥事儿啊，爹？是不是后悔了？想开了？咱把枪拆了吧，行吗？我拆。拆什么拆呀？你能不能长点心呢，永强？我问问你，小萌今早怎么起这么早呢？啊，
不是他起早了，是我起来晚了。不对吧？我觉得他今天早上比哪天起来都早。我一早上在这堵就没堵着他。不是爹，你有事儿啊？王明昨晚什么情况？啊，昨天晚上我女儿不喝多了吗？然后他上豆制品厂住的。在豆制品厂住的。啊。小梦今晚就起得这么早，那这个事对上号了。啥事儿对上了？你在这想啥事儿呢？哎呀，永强啊，爹呀、啊，这辈子跟你俩有操不完的心。你有时候你就是榆木脑袋，就是不开窍。你看我这又咋的了？你能不能好好分析分析，王兵为什么来咱家？小萌为什么老邀请他？干嘛？啊？咱家的厂子为什么还得让给他一半订单？凭什么？有些事你得好好分析分析呀、啊，知道不？干啥呀、啊？你一天你都想啥呢？再者说，他以前他惦记过小萌，之前不发生过这些事儿？爷爷，那都多少年前的事了，那都误会。什么玩意误会呀、啊？啊，有那么巧的事吗？你扒给王斌的心看了吗？啊，你知道他在想什么吗？你知道他在琢磨什么吗？你不知道，你看的只是表面，你不知道心里想什么，知道不？另外我问你，他现在成家没有？没有呢。为什么？没遇上合适的呗。就现在就凭王斌这大手子，要钱有钱，要事业有事业，咱得凭良心说，长得还是不错的，怎么的就碰不着女人呢？啊，那是瞎扯。还碰不着，他是不想碰别人，他现在是想碰小萌。哎呀，你可拉倒吧，爹，你这一天都想啥呢？你就回来，你咋这么傻呢？你怎么呀？爹呀，不是我傻，是你太奸了。你说谁是太奸？永强，你还说我是太奸你？哎呀，我真是为你操不完的心呢。什么时候能长心呢？你说你，儿子，嗯，一定记住，出门跟妈妈走，听妈妈话，不能跟陌生人说话，啊，还有湿巾和纸巾呢，爸爸都给你装这里了。嗯，还有一点最重要的，爸爸的手机号，还有咱家的地址，我都给你放保护夹层里了。嗯，啊，玩具还拿一个吗？还拿。在这车上。爸爸，我想上厕所。去吧去吧，等妈妈来接你，一会儿就婶有事儿了，快点啊。嗯，去吧。哎，来了，已经到了。嗯，来来来。我儿子呢？洗手间了。我在洗手间。啊，那你快点啊。那个大伯，嗯，谢谢你放心把小果交给我，那我明天肯定早点送过来。哎呀，你这话说的还谢谢，这以前就像我做的不好似的。不是，是我做的不对。哎呀，就别提谁好谁不好了，这么多年了，你现在一个人过得咋样？我呀、啊。嗯，嗯，挺好的。实际上，马忠那人挺好。啥？我说马忠那个人呢，挺好。你还是我认识的李大国吗？那我变了。天天都这样，都习惯了。是吗？你昨天睡得怎么样啊？嗯，昨天睡得挺好，但就是现在头特别疼，喝太多了。昨天喝的是挺多。昨天是不是我跟广坤叔吵吵起来了？你昨天都喝断片了，我给清明打个电话，特意来接的你。那广坤叔不能挑理吧？
那不能，他知道你喝多了。但是小萌啊，我找你合作这个事儿，我可没喝多啊，你可得好好考虑考虑。好，你接我说、哎、你这是你干什么玩意儿啊？什么玩意儿？你这，如来了啊！我在门口呗，看他五分钟呗。我告诉你啊，什么玩意儿看五分钟啊？你站起来！这家伙敢侦察兵了，这还搁偷听呢？能不能不说话？我这是路过。小子，你走道你也太冲了。怎么谈了？谈啥了都？啊，这不我跟小萌谈合作的事儿吗？叔，谈的也挺愉快呀。还行。昨天喝的怎么样啊？啊，喝多了。喝出这酒是酱香型的还是浓香型的吗？嗯，昨天睡得挺香。昨天说啥你都记得不？哎呀，这真记不住了，叔。啥都不记得了啊。这样啊，我呢跟你想单独谈一谈，让你呢清醒清醒。让你知道昨天晚上都干些啥了，好不好？一旦你要错了，必须给我赔礼道歉。我错了，我可以给你赔礼道歉，中不？行，说。说，这在七叔这不谈呢？什么？你七叔？啊？我告诉你啊，就整个这个院儿，他都姓谢，知道了吧？啊，你坐着吧。哎，好。那我七叔没在家啊？我让他送豆腐去了。啊，孟明啊，说实话，叔呢毕竟比你岁数大，按正理呢我是不想跟你一样的。就现在我也没想怎么样，但我得把事儿我必须得说清楚，是不是？我就想问你一句话，你昨天晚上到底喝多没喝多？喝多了。什么都不记得了，什么都不记得了。哎呀，你一直还在撒谎，是不是？你什么都不记得了，你为什么刚才跟小萌还说要跟我们斗斗平常，你要合作？我那么的，你干啥？来，出去，快点！不是，我早点去啊！我去，你是干啥的你？出去！那什么，我问什么？我跟王总在一起吧。到哪儿我必须得给他做笔录，包括你们聊什么，是不是？对，消停记啊，给我闭嘴！好，说话别说我不给你面子，我这是给王总面子。聊你们，什么玩意儿？这样，王炳啊，我说了，你呢一直在撒谎，你不诚实。你看，你说你什么都不记得，那你刚才为什么跟小萌还提出合作这个事儿？哎呀，叔，就是，反正就记住这一件事儿，别的事真都记不住了。你那是合作吗？啊，你那不就是收购吗？叔，我跟你解释解释，这不是收购。你那不就是把我们家豆制品厂想给吃掉吗？归你所有吗？光棍叔，你这么说话就有点不懂事儿了。你说你这操心有点太过分了。快闭嘴吧，是不是想出去？对吧，王兵？另外来讲，叔要想说一句不应该说的话，你让小萌到城里买楼，离你那么近，是不是你王斌有什么目的啊？对我们家小萌有什么想法啊？不是叔，对不起，我打断你一下。你先等我说完，你别打断。我说了，这是外人一旦要这么说这么看怎么办？当然叔没那么想，我相信你是个正人君子，你不会那么做。是叔，我当然不是那种人了。那你说我跟永强认识都十多年了，这十几年的朋友。我能做那事儿吗，叔？对，我相信你，我相信你还是个人，要不然你也不能做成功，你也不能有这么大个企业。这样，我承认你是这个，不是，所以你听叔说完。不，说。所以说，我觉得你不能这样，你也不能这么做，我才是这么说的，我只是个比喻。是这样，你是不可能这么做的。叔，我打断你一下。对，昨天呢，我可能会有一些不礼貌的地方，这样我呀，给您赔个不是，对不起了，叔。然后下回呢，我一定注意，好吧？以后再来，我。说话这方面我一定注意。叔这个人呢，有一说一，有二说二，我不会藏着掖着。如果你事儿做不好，下次也没有机会来；如果你做得好，下次我可以请你来。行，那就这样吧，叔，我这边还有事儿，我就先走了啊。
好，再见叔啊。好，完了高飞你好好工作。好嘞啊，我跟广文叔盘盘道，你放心吧。行，你这样啊，你赶紧把他给我带走，我一眼都不想看他。叔，他现在的去留啊不归我管，你们家小萌定。好，行吧，走了叔啊。好嘞，不送，慢走包总啊。好嘞。嗯，纪文呐，老宋啊，你猫那干啥呀？你快过来坐这儿。不是，咱俩还是距离产生美吧。那你啥意思啊？你这好几天也不来看我来，电话你也不打。关键我不敢呢。你有事儿啊？过来，上这边说来。不生气了？生啥气？生气都这么大岁数，你过来。有些确实有点心没底。哎呀，你坐着，你坐着，坐着。纪文呐，我跟你解释一下，就上次我挨那一嘴巴子是太冤了，你知道不？其实我找你上旅店呢，就是唠唠嗑，喝点茶水啥的。谁寻思你这出手太快了，防不胜防啊？那你怪谁呀？嗯，要这么大岁数就整个没有用的事儿。那我问你，嗯，那咱俩你还处不处了？处是处，关键我就看着你有点打怵。那你想不想结婚了？想啊。你想结婚是不是？嗯，那我就告诉你个事儿。啥事儿？你说吧。我二姑这两天要出院了。哎呀妈呀，这个是好事儿。对呀，好事啊！所以我告诉你啊，你回家赶快张罗，选个日子，咱俩把这婚事就办了。不是忽悠我呀？我忽悠你干啥呀？真的。那好了，我马上回家张罗办喜事啊！我走了。啊，老宋，等一会儿。现在我正好有时间，咱俩出去喝点茶去。这个拉倒吧，咱俩还是结完婚再喝茶吧。关键你这玩意儿出手太快，防不胜防啊！我不瞒你说，我这心呐都让你给我整出阴影来了。最近这生意好像是有点不大景气吧？这营业额不但没提高，这咋还下滑了呢？我看你也有点心不在焉的，你咋的了？我没啥事儿的，就是有点想孩子，老想回去。我不跟你说了吗？你要是想孩子，我可以给你接来。你把孩子接回来吗？我亲自去，他老赵家谁敢拦着我呀？再说，你得学学人家王小萌啊！你看人家那生意做的，人家是以厂为家，没日没夜的，那生意干的多大！爹，我不想跟小萌比，我只想跟我自己比。你说人家那个企业做多少年了，我这不是刚起步吗？那关键是你这刚一起步，这就下滑了，这样，那你不得做一个有理想、有抱负的刘英吗？你没研究研究这个问题吗？因为啥呀？是不是红旭你们两个把以前的老客户都给得罪了，人家不来了？爹，你说我俩得罪客户干嘛呀？那你说做买卖肯定是有赚有赔，这都很正常的，可能是阶段性的呗，也许过一阵就好了呢。我这两天我真的找红旭谈谈这个问题。爹，我希望工作和管理上面的事儿你就别跟着掺和了，行不行？我不掺和你能行吗？那王小萌那豆制品厂这么多年，要没有广坤给把持着，那也不一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。你俩这事儿啊，我必须得给你俩那把握着点。爹，我那边还有活儿，我先去了啊。你看，我还没说完呢。你这孩子，你说走就走呢？你这，哎，这都是你给惯的呀。你这正谈话呢。说啥呢？我惯的？那你干啥呢？我看你是你惯的。
你说我这没说完话，他说走就走了，不是你当妈是谁惯的？那你干啥来的？你管呗。你咋这样做人呢？啊，别那个功劳都是你的啊，不是都是我的，干活去走。村里村外锣鼓，哎呀，姑娘回来了啊！嘿嘿，哎，来看看，爸给你们准备做什么好吃的，你们看。现在做这么多菜呀？啊，小鸡炖蘑菇，再来一个拌柿子，炒个芹菜，再炒个土豆丝儿啊。爸，今天整这么多菜，是不是有啥喜事儿啊？对呀，当然有喜事儿了。啥喜事儿啊？不能跟你说啊。等小峰回来呀，我一堆向你们宣布啊。那什么，你赶紧给小峰打个电话，不让他在山庄吃了，回来咱们吃小鸡炖蘑菇。我不打，要打你打吧。你看你这孩子，我这是给你台阶下呢，修复一下你们夫妻的关系，这还不开窍了还。哎，灯这样比较好点。行。哎，爸，峰啊，那什么，那我爸呢给你道个歉。给我道啥歉呢？我是昨天吧，确实这火呢有点发的大了，是吧？你也应该理解，我不是心疼姑娘青莲吗？没事儿，爸，这事儿也不怨你，主要怨我，我脾气上来的时候也没控制住。什么呢？那你要这么说，这篇咱是不是就翻过去了？不提了。那翻篇了。那好，那什么，你在山庄啊，就别吃饭了啊。回来，爸给你炖那个小鸡炖蘑菇啊。小鸡炖蘑菇啊？我好久没吃小鸡炖蘑菇了，太好了。那不正好吗？正好我还有个喜事要告诉你呢。啥事啊？等你回来再说。那行。五号二丫马上直播以后我马上回家吧。啊，那就这么定了啊，你不回来就不开饭，就等着了啊。啥玩意儿呢？这俩孩子那嘴连个板门都没有，啥都说你这。这老四也是，你说调查这么长时间了，什么也没查出来，还越调查播的越烈。不是，那你天天老说人别人家的事儿，这整的一家家户户连点秘密都没有，都活的都透明了，你这干啥呢这是。谁说的呢？你说，你等我把这人找着，你看我怎么收拾他。谁说的呢？哎呀，我喝一点。是，破例今天就喝点。行。爸呀，嗯，这到底啥喜事儿？这整的这么正式啊？对呀，还得等我俩都回来才说。嗯，快说呀。嗯，那我就宣布了啊。那什么呢，两件大喜事儿啊。我先说头一件，就是我跟你李姨呢就可以筹备婚礼了。哎呀，这是好事儿啊。这太好了。哎，不对呀。嗯，我李姨不是在医院伺候病人的吗？大夫说好了，你李姨呢解放了，就不用管了。太好了。哎，那个第二件喜事呢？第二件事呢，那都是小峰你和青莲你们俩的事儿。我们俩的事儿？我俩啥事儿啊？你俩呢得要个孩子，我呢得抱个外孙子。爸，我是这么想的，你说我跟小峰才结婚多长时间呢，现在应该以事业为重，孩子这事儿现在不着急要。我让你发言了吗？你就说这么一堆呀？啊，你别说了行不？我现在就听听小峰你的想法。我没啥想法，还是之前那句话，我听青莲的，他说要我就要，
我不着急。你管情莲啥事儿？那你就要就要呗，你能不能给我证明一下？我现在就听听你意见，能不能要？能要，这不就完了吗？这可你说的啊、哦。我录个小视频，录这干啥呀？啊？哎爸，你至于吗？别说话，别说话了。录啥呀？年底怀孕。年底我怀孕。你怀什么孕呢？让青莲怀孕。青莲怀孕，这不浪费吗？年底保证让青莲怀孕。来，重来。爸，我向你保证，年底保证让青莲怀孕，行了吗？天上升起一弯月牙、月牙弯弯正把那个月光洒、人都管月牙叫月老，月老儿转吧转吧那个红线扎，红线儿扎紧两颗心，两颗心为啥就不在那个一疙瘩呀？夜深了，月牙出来了，月圆了，心儿更亮了。今晚夜深人不静，都等着月圆，月圆进咱家吧。